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。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泰国的惊悚恐怖电影《鬼乱舞》。这部影片一共由五个故事组成。第一个故事是《索命棕榈记》。这个故事刚开始是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，而小王手里拿个石头，直接朝着迎面而来的摩托车砸了过去。画面一转，扔石头的小王直接就被母亲送到了寺庙，看样子是做一个苦行僧。母亲走的时候好好叮嘱了小王，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去找师父。可是没想到小王恶狠狠地说，你根本就不爱我了，否则的话也不会离开我和父亲。可是母亲直接狠狠地扇了小王一巴掌，还说如果自己能够拿到监护权的话就不会这样了，还对小王说等这件事情完全过去之后就会来接小王。母亲走了之后，小王跟着师父来到了一片林子，可是他一不小心把祭品给踩烂了。等到他清理干净的时候，师父们已经走远了，小王赶紧追了上去，就来到了一处祭台。这个时候师父走过来告诉小王，附近的村民是十分敬畏鬼神的，而这个祭台就是为了祭祀饿死鬼的，明天没有月亮，饿死鬼就会出来。晚上小王突然感觉自己有点饿，就去树林里找到了一块方便面给吃了。可是刚把方便面放进了盘子里，就被师兄给发现了。师兄劝小王千万不要吃祭品。之后小王又来到了祭台，结果还真的遇到了一个饿死鬼。小王吓得连脚都挪不动了，紧接着祭台就塌了，小王才能动了，赶紧就跑回了木屋。老僧人说祭台塌了，饿死鬼已经投胎了，必须要有人代替。小王真的受不了这里，就打算离开。他没有听师父和师兄的劝告，最后虽然知道自己错了，可是也来不及了，最后他成了饿死鬼。第二个故事是同房鬼病人。故事刚开始，男主因为一不小心摔伤了腿，所以就去了一家医院。他要去的是单人房，可直接被送到了三人间，这可把男主气得不得了。询问护士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这个房间里另一个病床上的老头估计活不了多久了。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小护士来给老头打针，而可怕的是护士的技术简直太差了，幸亏不是给自己扎针，不然自己会疯的。紧接着家属就来了，让他们安排。家属决定让老人再在医院里躺一晚上，因为有些信徒还没有来。原来这个老人是某个宗教的掌门人。到了半夜，男主被电视里的雪花所吵醒，紧接着他就把电视关了，然后就听到隔壁的老人好像在吃东西。就在他感觉很害怕的时候，发现隔壁的老人已经穿到了他的身后，狠狠地掐住了男主的脖子。因为声音太大，所以引来了值班的人。男主想要换房间，可是医生说明晚才有房间。紧接着老人就开始祈祷，男主吓得要死，就大吵大闹，护士直接给男主打了镇定剂。等男主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老头竟然站在他的身上。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，第二天隔壁的老人死了，而男主相安无事。可男主被推出病房的时候，所有的信徒都在信徒膜拜，可见老人的灵魂进入了男主的身体。下一个故事是亡命背包客。一对日本背包客男主和女主正在路边打车，他们等了好久打到车，可司机却要2000车费。之后他俩感觉司机不是好人，结果司机直接把车开向了山间小路，还威胁他们两个人不要乱说话。司机把车门打开之后，里面竟然全是尸体。原来他们是利用人体贩毒的，可是没想到毒被胃给融了，结果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丧尸。男主就被咬死了，司机赶紧带着小弟还有女主跑了，可没想到丧尸跑得太快了，货车翻车了。等了好久，听到外面没了动静，小弟和女主才出来，可这个时候车里的尸体还没有全部拖出来，还有一个小孩。小孩看起来很正常，可小弟不放心，想要打死他，女主不愿意，就开枪把小弟打死了，然后带着小孩走了。等到他们到了一个村子，女主看到小孩已经完全变成了白眼，两声枪响后，小男孩从车里跑了出来，然后把一个僧人给咬了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第四个故事是亡魂二手车。小美是一个卖车的奸商，经常将出事的车卖给顾客，还隐瞒了事故车辆的信息。这个时候一个顾客出现了，他的儿子因为开着这里的车差点出了车祸。看这样子小美已经习以为常了，
之后就给顾客办理了退款手续。晚上保安有事离开，小美通过监控并没有看到儿子，于是就去找儿子。她拿着车钥匙一辆车一辆车的找，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卖花的人。小美已经把门关了，为什么他能进来？小美把他赶走之后又看到孕妇，孕妇的肚子直接被撕开了，女主吓得赶紧就跑。她又看到了儿子的遥控车，跑过去后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小男孩。她到了一个车里，看到了烧焦了的人。等下了车之后，小美发现自己弄好的车全部变成了以前的模样。女主害怕的赶紧开了一辆车就往出跑，可是刚到大门前就出了故障，紧接着她就看到了儿子的拖鞋。最后她崩溃了，自己造的孽却让儿子来偿还，她痛苦的哭了。第五个故事是联姻体。故事的刚开始是小红在拍摄恐怖片，拍完后他们去休息。这个时候小红看到小苗不舒服，小苗是演鬼的妹子，后来小苗因为病得太重死了，没有办法，他们只能拍摄别的部分。小红看到了小苗，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小苗死了，大家都准备关心小苗的时候，小苗想要让小琴带他去卫生间。这个时候师兄打来电话说小苗已经死了，因为对讲机开着。等到小红出来的时候，剧组的人都跑了，就剩下录音男、摄影男小琴。录音男如果不把戏拍完，鬼不会走的。电影拍完后，他们三个男的都走了，就剩下小红了。最后的结果很令人诧异，原来小苗没有死，只是医院里的人搞错了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